很狠呢、欸，诅咒你被炸，四六六，四六六，哈，捡东西，捡东西，打打地鼠，打对，打。打他打打打打左边左边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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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中间快点快点快点打打打！没有上次更惨，你怎么钱那么少？我上次钱是打到8000块，我是猛狂打那个豪神，我已经不行了，根本就匕首处，哇！动作不许走，动作不许走，哇！太可怕了吧！哇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欸、我觉得这局没法玩了，我可能要不是不是，我这个还好，我这个只是寄生虫型玩法。寄生虫型，我是每回合扣你们钱而已。哦，不像石油公司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有一格啊，你只没走到而已啊。有吧？你要碰到它，你看你在下面，哇，下面那个就是了，还要越过狗狗跟。你走五步。你走五步。没有，你起码要骰两个骰子才，你要骰两个骰子才有可能到你的地。嗯，我不知道我打是要走。赶快啦！结果走四步。你去买东西啊！你看看有没有那个啊，骰子跟那个路障啊。对，你会需要的。嗯。干嘛、啊？有挑选障碍哦、喔。选择性障碍。对，有一点、啊什么都想买。每一张都想要五。对、欸、你乌龟卡几张啊？很多哎、欸！你刚刚乌龟卡都不用哦、喔，赶快用啊！没机会用啊！你就有机会。待会该用喽，该用一下喽。哦，哇，好爽啊、喔！嗯，好爽、喔。小铁鼠，干嘛？哎、欸，真的是……哦，对我刚刚好像害过他哦、喔。太碎啦！他想炸你耶！哎呦，哇，好可怕！那个炸药，那炸药是经过就会爆炸。对，那个经过就爆。最可怕的爆炸。该你了，这样哦、喔，上。好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这边吧，然后一二，我要去这里。我要盖，都可以啊，看你想盖啥。我蛮好奇这个的。你都不讲哦，那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研究中心呢、哦？我蛮好奇那是什么。我刚刚想说什么中央公园，吓到我了。我刚刚也看中央公园。中央怪、欸，这段路那么贵啊、哦？多少？一万呢、欸？好贵哦！哎、欸，真的好贵哦！哎、欸，你完了，他把你盖公园。哇，那你前面还有一个哦、喔，还是可以改哦、喔。我难过，还我，还我的地来！哎、欸，我玩这个游戏真的是中半段就开始运气衰，好奇怪。你不想我从一开始就衰？没有，后面会转运。从、欸、一开始就衰的是我吧？你要看你几块地，我几块地。干！谁说呀？可是你钱比我还多哎、欸！请看资产好吗？你的固定资产比我高。固定资产看哪？你看你有几块地？哦，看地啦，看地。嗯。啊？啊？14块地，我9块地哎、欸！你的地还可以帮你赚钱，我的不行哎、欸。你这就觉得中心好贵。欢迎来到。哎，你可以改地了。终于可以踩到了，要坏坏了吗？好想坏坏，要坏坏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商业中心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冲啊，宝贝儿，沙拉锅，我终于可以，你会不会回？没事没事，哇靠，是不是要去购地啦？没有没有，要加盖一下，加盖一下。对对对，因为旁边的地都好可怕，我的妈呀，很贵。这边才叫贵吧？哎、欸，酱油很贵哦。你的乌龟卡，你的乌龟卡又用掉了啦。你要什么卡？我要怎么用掉？我可以用骰子卡吗？不行，你现在是乌龟。那我没有。那你就踩吧。你就踩吧。
对，我只能猜了。多少？多少？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，一万二，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。哦，这已经涨价了，鹿还那么便宜。对啊，好像还好，没有想象中的贵。哇，真好，哇都捡得到，哇哇哇，太好了吧！冻住不洗澡。太爽了吧！太爽了吧！三倍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觉得现在最有钱的好像是电脑哎、欸。我也这样觉得、欸，怎么办？你要看那个啦，你的固定资，你的房产跟钱加起来啊，你不能这样看。看总资产吧。对呀、啊。总资产最多是繁星啊。什么东西？是你啊，总资产。总资产是身上的钱吧？他写总资产哎、欸，可是最后结算不是用总资产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哇，你不用怕死了，你不用怕入狱了，怕爆！哎、欸，这边好便宜哦，好便宜哦，我的好便宜啊！我用免费卡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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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，他可以按用嘞，他可以按取消吧？你明明就可以取消，你是已经买完之后才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好便宜？哎、欸，这边超便宜的，我的妈！你都已经按下去才说，哎、欸，他叫我用免费卡、欸。你知道你后面那个免费卡可以帮你挡掉十几万的钱吗？哎，拍谁？我累。区区几千块你就用下去了。哎呦，我比较菜鸡，拍谁拍谁。往这边走好了，好可怕。下面有来帮我撞狗吧你。好，那我用两颗，我用两颗。来不及啦，两颗也不行啊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也不行，哎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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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来不及，差一颗。哇，差一个！我要住院了吗？不会吧？我是不是要住院了？差一个也太……不会啦，没事没事。有龟卡。Yeah， 我要龟起来了。他干嘛都喜欢？他觉得這很貴，找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啊。存款最少。哇哇哇！走这。对呢，你有改建卡，你可以把你的公园改回来啊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过去。你要踩得到才行啊。赌运气喽。对啊，撞他，三步，三步，然后你刚好又可以加盖你的地啊，你有试试看。好吧。命运就是这样。真的就是踩不到。哇，这边地不错贵哦。啊，白痴哦，物价上涨了啦，而且涨已经涨蛮多了，还是还没。买卡买卡，买不起，我想买。不是，我真的想买，可是我身上满了。哇，不要的丢掉啊！可以丢吗？怎么丢？先买再丢吧，好像。啊，那不会再供。因为你买了，他就会说你要丢掉卡片。哦。我嘛不会给你的。不行，我需要扩建我们的公园。哎、欸，你有点危险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也觉得我有点危险。你为什么都放那么快啊？有些衰神还好啊。我因为我忘记它距离是多久多长，我就没有算，然后想，应该就丢丢看。哎呦，反正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要弄这个，挑看看，先看看哦。这边是商业街哦，好可怕！这边是商业街哦，可恶！哦，没事，哇，这个很适合你，最新冬装，最适合戴牙套的妹妹了。我已经拆了，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拆了。她现在变成漂亮的大妹妹了，大妹妹，我现在变成没有牙套的妹妹了。我要看，撕给我。你要笑哦，笑给我看哦，依依有没有？依依，好像变态。怎么觉得那画面好像很蠢？哦，没有。哇，这个兔女郎的衣服会闪闪发光。那个是电。哦，没有啦。电？没有啦。欸、哇，你太猛了吧！这块地好恐怖哦，这一台。我自己也吓到，好可怕哦。可是我戴一下不扎了哎、欸，
哦，它可以升级耶，好强哦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研究所还蛮强的，我觉得。它卡，你之后会有更多卡、啊，还蛮好用的。对啊，可是现在你要有到你那边才能用。然后还前提是不要变公园。我可以用那个乌龟。你要在，你现在就用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什么现在？你哇，你很想消费耶！你这样消费两次哎，大大。你是不是很想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嫌我家东西卖的不好来沙龙巴斯家、啊？同业竞争，你是不是不捧场朋友的摊啊？同样都一样的东西，你就是想去别人家买两次。OK， 拜。OK， 我记得你有那个吧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那个动住脚的？我要把那个沙。杀什么鬼的？是不是？什么？什么？沙龙 pass 哦？沙龙 pass 是什么？大家是都记不在泰德他的名字是不是啊？他叫什么呀？石油大亨。你就叫石油好了啦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哦哟，我的公园、哦呦，你的公园，对啊，你的公园啊！不要，我不需要公园。我的公园，我的公园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是公园没错。你要这样，把我的公园还你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会自己踩的。他自己去踩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改回来了，可以改回来了，算。啊，踩什么？什么？踩什么？你有没有冻住不洗脚？有的话，往前走一格。冻住不洗脚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走到那一万块的地方，然后冻住你的脚。对。你有没有听懂我讲的话？你刚刚多领你3万块钱呢。可是我没有冻住哎、欸。啊！我不够帮你冻。我太远了。哎、欸，我是可以试试看。这样应该不够吧？欢迎光临买彩券喽！哇，导游离我太远，不然我可以帮你冻着说。啊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我来这边。我想要抢那个啥，你等一下看多少钱，如果太贵的话，你就用免费卡，免费完之后你再把它，免费完之后再把他的地买走。我的妈！我想说我要抢他卡片，他就出院了。我到底看了些什么？欸、那你不用怕了，你过去买东西不用钱。对。直销的老板已经住院了，你不用怕了。老板住院了，老板跑路了。真的，老板，你把地买起来啊！我买起来，然后你买起来之后再帮你变成公园。不要了，不要把我变成公园啊！繁星绿化大使哎、欸，公园大亨，真的，公园都你盖的，好猛啊！没有啊，还有沙龙巴士，谁要跟我抢公园？你有心力志嘞，一把全部的、欸。你刚刚你怎么没把你的公园改回来？欸我忘了哇，抱歉，哇，都帮你想好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很想要公园？对啊，你其实很想要公园吧？梅花大使，发现了，哇，妈，你完蛋了，我身上还有2张改建卡哦。不要啦，我好不容易让我爽一下，让你有公园啊，公园很好啊。我去帮你撞狗，你让我开心一下。我好不容易有两个地了，开心一下对吧、啊？公园、哦，你是不是想要公园啊？你说。不要，我不想要。现在3倍很贵。不要。商业中心是做啥的？好贵哦。会死！你不要给我走，你回来。气！快不变成公园？看一下，这边好可怕哦！哎，不炸呢？啊，你被崩炸啊？谁会送走卡片呢？资产最多的孙小妹，你最有钱呢、啊？你完蛋了！公园大亨在这，我被崩炸了！我是绿化最美，绿化大使啦！我叫绿化美，绿化美。有梗的这个绿化美、欸，我又按到啊！你真的是因为取消一般来说不是在右边吗？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冬眠卡，买不是啦，我要丢掉哪一张啦？买啦什么啦？
很怕很怕。等一下，你刚刚拿我钱对不对？我很快就会还你了。好，你现在还我，你还我了。还多少啊？哎、欸，太便宜了吧，太少了吧？哎、欸，你看我的钱，我就只有16万加79000而已。我已经是最穷的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现在是最穷的人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谁穷啊？谁衰啊？你跟我比。哇哇，三，欸、好红哦！九。哇！哎、欸，你最有钱，好有钱哦，小天使。哎、欸，你要死了，洋洋！你为什么？你是想去住院吗？哎、欸，你现在不是会那个吗？啊，你就不会动啦，你再骰啊，你看可不可以抽到那个，抽到那个路障之类的啊。哇，这运气又很好。这又是我眨眼绿化大使又抽到一张改建卡咯。好可怕。哎、欸、我刚竟然没有绿改建你的。哎、欸、对耶，你忘记改建他的商业中心了。我气要改建。我气到了，哇，变更贵了。我气到了，我想坑那个沙龙，哎、欸，我也要偷他，可是他存款好少哦，我偷15%也没。你是用什么的？你用什么？那个啊，茶税卡。茶税是抽是现金哦。哦，那我要拿他的现金。好，你快用。把你的钱给我拿走，我已经缴过了。不，你还没有缴过。我要买我的幸运数字。你生日哦？没有，我以前的座号。为什么？这个幸运数字还蛮猛的。真的，我都很下意识的点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我都没看清楚。我一开始我好像也是这样子。你踩小天使啊！我踩他干嘛？帮你盖地哦，神经病！不用啊，那那边不是几乎都你的地吗？去啊！对耶。我应该用小天使的啊！哎，我记得下面不是都你的地？不是啊，有穷神啦，所以我哪有下面都我的地呀、啊？啊，不是吗？哪来的？你看一下哪边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，对哦，你是黄色，黄、欸、色是洋洋，我记反了。洋洋，哎、欸，繁星是不是很多卡、啊？你来偷啊！我不是偷啊，快偷啊！快偷啊！没有，我想说你应该很多卡也可以遏制我，遏制你什么？遏制你？对啊，我睡。你现在睡觉干嘛？你那个是冬眠呢？哦，没有，不是梦游。我不要动啊！好我觉得还好，不是梦游。哎、欸，干！你就要住院了，繁星。我住院干嘛？没有，繁星卡这么多，他怕。我怕、啊。好贵哦！快四倍喽！好贵。我的妈呀，这太高，还变高哇！他为什么都要变那里？他脑子有问题？我知道我可以请神，可是我想请福神，我不想请天使，因为下面没有我的地，懂吗？不要再操控我了，我有我的想法。今天财神吧，看一下哦。财神，他说你没品，这是什么？好眼熟哦。哦，不用坐牢哦。免罪卡，哎呦，很帅！是不是这样就？但是这就是……哎、欸，你在睡觉、欸？哎，你在睡觉，太好了！干嘛啦？你要干嘛？没有啊，不用给钱啊！哦，你说不用给钱哦？对啊，5038乘以三倍，對對對，然后财神不用给钱。这边也没有很贵啊。以上面来讲，我很穷，我开始穷了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帮你，你还是最有钱。我还想帮、啊、你是要我帮你清掉呢，还是你帮我清掉好了啦？哦、好贵啊、哦！哇，好爽哦！哇，好多、哦、还来了。刚刚是不是跟你讲说那些啊？哪些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哇、啊！
不乖，给我清炸弹。帮你啦，帮你啦。欸，我刚刚耶，我离你太远了，不然我就把你用吊转。白金最好了。欸，你不该帮他清的。我真的不该帮你清的。哎，不清你就自己踩到哎，欸，奇怪。搞不好我刚没清掉，可以踩两个，可以踩别的。你就醒了，你知道吗？又上物价上涨了，一步睡啦是。哇，我们一起踩到。没有，你踩到不是我。好爽哦！太可怕了，这格有魔力呀，啊！啊，可怕了吧？哎，欸，来冷先生，我的东西可以参考看看哦。白拉修古呀，这里超可怕的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哇，大财神太爽了吧！好爽哦，像人家一 Q， 赶快能踩，赶快踩一踩。哇，你学到了！哇，地产大亨哎，果然做绿化是对的。哇，哇，好贵！那两个炸弹还没有炸到过人。大家都有指定卡，酱油挑看看哦。好，我试试看，我被踩到啊，哦，还好。我诅咒他不想买你家的东西。我觉得是欸，他还跑去收购别人家的东西，真的是坏人。对呀，啊，渣男。他要男人，不要女人。那你去跟沙龙巴士一起吧。你去跟大胡子一起吧。对呀，啊。不要他是麦当劳叔叔嘞。干嘛？你不喜欢麦当劳叔叔吗？小孩子不可亵渎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哇，你要拿那一只？怎么是你？为什么是你？你躲在哪里？他躲在那个，啊，那个魔法阵那里。哈，那個，没有魔法阵上面一点那边。为什么是你？对啊，哎，欸，对啊，不，那请神不是请，哦，他请最近的。我是想要土地公啊，总是你，我没看到他。这个眼睛，我其实也是你放了之后我才看到他，看到我也是你放我才发现，他躲超好的，他是刚好遁地下去是不是？没有吧？没有，他就在，他有保护色，刚好挡到了。你一放我就，哎，欸，你要请徒弟，旁边有一只，太可怕了，这个绿花来了，我用大便来施肥，大便。绿化之术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尤其是那个越盖越夸张的商业大楼，太可怕啦，啊！你那边更贵吧？你的证券更贵哦，不，你的商业大楼更贵哦。对啊，三级。哎，欸，马上走了，欸。哎，欸，为什么？哎，欸，为什么？它的效果我记得没那么夸张啊。哎，欸，哎，欸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说明神仙角色。一点点他没有啊，没有吧？哦，衰神速生减少四天，哦，变了是不是？我记得没，之前我记得没有这么短，欸。对啊，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有钱有钱！啊，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你好可怕！你捡到旅费了，大家就要去花了，是不是？沙龙巴士没钱买东西了，可是他下一次他要塞到银行了，阻止他。我家狗生气了，他说，说明是他在玩 Star Pass 有吗？对，我家狗很愤怒哎，哇哇哇哇，我也很愤怒。祝你好运，哇，放这么近，好快哦！我不管了，七七七七七，他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好难受。好，刚刚绿化大使竟然没有绿化到那块地，有点伤，不开心。当绿化大使，我应该用，没关系，我帮你绿。用个查封卡把那边查起来，我可以帮你绿一下啦。哇，你完蛋了你，我要再转一次你。哎，欸，你想清楚，你回去可能会买到我的东西哦。你竟然在我的对面开了另外一间星巴克，我不能忍。星巴克，哇，一二，哎呦，没事哦，没事哦，很和平哦。
好恐怖哦！这里真的好恐怖哦！380币吗？卡片龟，这边好便宜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地档要被绿化了。谁的地？哦，他的，好好好。我觉得我的那两个倒换啊？没有啊，我就忘，既然上次忘记用，那就这时候用掉嘛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回去。怎么办？我好怕你那个哦。那我买下来吧。没关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把那边改掉了。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把那边改掉，所以我赶快买下来。哇，你们两个好可怕啊！我这个和平主义。看一下我这可以放多远？炸弹是一定要踩到才会爆炸。嗯，除了刚刚那个最可怕的那个，碎啦！大闹机场，你做了什么？不要，我要入狱，我要入狱。我不入狱的话，你没有入狱。